大家好，我要唱一首歌，叫做《人》。我比较不想直接告诉大家这首歌在讲什么，反而你听到的所有感觉都是对的。像人类的草，等待嫁婿；每只像人类的鸟，坐在笼里；每片像人类的海，淹没了爱；每次人类的人诉苦，每根像人类的骨躺在锅里，每朵像人类的花哭在婚礼，每次人类的慷慨，啊哈哈，Oh my God，Oh my God。
fatiate Paracuru a cadaranga di somba samba de caso Zaba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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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z a我以前创作主要是为了卖歌，当歌曲卖给哪位海内外艺人的时候，很多人就开始叫我老师。我很开心，因为这样我得到更多的称赞和尊重，所以我一直写，很有信心地继续写。我从小受声乐训练，因此耳朵锻炼得比较灵敏，听了一首歌就能用钢琴或吉他以自己的方式自弹自唱出来。那我写歌呢，也应用这一点点的天赋和小聪明的耳朵，听了一首我很喜欢的歌，我就开始模仿他的吉他弹奏法、写词的手法、嗓音辨识度的唱法，渐渐地从模仿中得到的技术，再带着这些歌的影子延伸出一首又一首我感觉很自豪的原创。一直这样维持了七八年，因为之后我就遇上了瓶颈。这个瓶颈来自于一次对话。哎，我写了一首新歌，你听听看，然后再给我意见，什么好的不好的意见我都想听。 OK， 新歌的、那你能不能告诉我这首歌心在哪里？那个对话过后，我两年没有再创作了，因为这七八年其实我很清楚知道，我写的每一首歌只是在学习别人的优点，模仿的同时也扩展了自己的知识库而已。我当时所谓的原创，其实我根本没有想过在一首歌里我创新了什么，这首歌有哪一样元素是和我自己关系最密切的，而且记录了这位创作人最自然的独特性。很多前辈都告诉我说，创作是一门没得教的科系，要写出一首好的作品要靠经验，要一直不停地听读写，直到你知道怎样才叫做一首好的作品的时候，我暂停了写歌。我找了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，把其余的余兴时间去想我该放下创作这回事，还是去寻找创作是怎么一回事。于是我决定重新学习那一向来我不觉得对创作很重要的基本乐理 music theory， 充满好奇的把辛苦存下来的钱拿去报读网络科系。有一天我们网络上课，一位同学问老师一道问题，要老师回答对还是错。结果老师的回复是，你觉得呢？这位同学顿了一下，全班静了好几秒，因为老师要他相信自己的耳朵，相信自己的决定，相信自己创作的目的。很多人很关心我花了这么多钱和时间，到底网络上课对我有实际的是否有实际的帮助。无可否认，我狭窄的创作知识有得到扩展，但我觉得最受益的是我终于告诉自己这一番话，
要把心打开，聆听别人和反思自己真的不容易。既然我走上了音乐这条路，我应该让音乐带我去更远的地方，而不是封锁自己在一个小角落，然后觉得自己是全世界。之后我把以前别人和自己都否定都推翻的创作秘密重新思考一番。其实在创作过程中，我最享受那些还未填写成通俗语言的模糊语音，因为那些语音没有对故事、环境、情绪的判断，那些语音提供嗓音一个空间，一个意境氛围，一个让大脑自由发挥想象的媒介，里头有很多反射我内在文化背景的语音，再透过音乐很自然地畅流出来。因为录音里是模糊语音的关系，所以我必须听上好多次，把这些语音用我多元语言的分解能力将它们拼音出来。因为我想看到我写词最初的样子，换句话说，我想看到我表达音乐最初的样子。这不是我刻意写一些奇怪的音乐来告诉你，我写的是独立音乐。这是我最真实、最淳朴的创作语言。只是我终于认为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个体，里头所承载的特质都是一份无可取代的礼物。我不应该急着得到别人的认同和喜欢，而忽略内在最感动的事情。我们每个人都是从一个没有通俗语言的地方而来，咕咕嘎嘎地表达着自己的世界。一个眼神，一个动作，一声长音，一个叹气，都是一种沟通。我很想创新，所以我聆听自己。我很想创造属于自己的音乐，所以我回到自己。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与众不同。我创作的目的不是要框住听众的想象和感受。在音乐里，我一定要很坦诚，因为坦诚才最接近生活。当我接受自己，无论想法多么不合群都没有关系，因为只有自己才最清楚自己的生活和经历。而我创作音乐是用来记载生命，不是用来比较或讨喜的工具，这是我创作真正的目的。接下来这一首歌叫做《我里》，大家在听的时候可以把杂念都拿走，单纯感受吸气时的满足和呼气时的释放，这样你自己会带你到这首歌的意境里。我坐在眼睛里，看见你一个看不见的自己。我坐在手心里，触摸那嬉皮笑脸的睡在波浪里，听见一个不可理喻的心。我睡在阳光里，看见
谢谢。